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！我们看课本20页。好，那么上次讲到啊，因缘观啊，就是观缘起啊，那么对治愚痴。那我们说过，观缘起其实不离开观身心境啊。就是说，观这个我们这个生命啊，那到底是怎么来的？那么你会发现到，生命是依业而有轮回。那你在观这个业到底是怎么来的啊？那么你会发现，它是由烦恼造作而来，不离开身口意业。那你在观啊，这个烦恼到底是怎么来？你会发现，它不离开根尘世。啊，就是心对境，啊，就是我们的感官面对境界而升起种种的烦恼，所以它不离开所谓的六处入处。那凡夫跟智者，都是啊无明见，就是由无明复啊，那爱结系感得持有事之身。那么这个是一样的啊，我们说它主要是这样啊。那么凡夫跟圣者，这个都是业报身啊，都是一样啊，都是由无明复爱结系啊，无明所复爱结所系啊，那感得持有事之身啊，所以我们叫做业报身啊，感得持有事之身，感持有事之身。所以这个就是缘起里面最前面的啊，无名行事名色啊，就在这里啊。那么这个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不一样的在哪里啊？不一样的就是啊，在下面造作的业下面啊，前面啊这个业报身都是这样来的。那但是智者他能够从根尘世啊，就是心面对境的时候，那么从这里去截断烦恼，那么这个烦恼不再相续，或是它可以减轻啊，那么个业不再相续，那么它就可以截断这个生死之流啊。这个是佛教我们观缘起最主要的，是要截断烦恼，觉察烦恼，控制烦恼，觉察烦恼，调伏烦恼，控制烦恼，然后才能断除烦恼。这个是观缘起最主要的，就是你要观生命的缘起，观业的缘起，观烦恼的缘起，那么这全部都是在观心的缘起啊。其实最主要是这样。那心的缘起里面最重要是要见到，观心的缘起里面最重要是要见到无常无我啊。所以你看四念处，从观身观心，然后观受观受观观身观受，受其实就是在于触受，那么触受之后就会有爱取有啊，所以最后会观到什么？观心，心最后一定要观五蕴无我，叫观法无我。其实这个就是整个啊，那么我们说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，见法即见佛啊，那么见法就见无我。那么基本上这个是佛教我们啊，怎么样截断这个生死最主要的观法啊。所以要缘起是佛法的核心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上次说过，那么缘起里面啊，那么从杂含里面啊，缘起甚深，涅槃甚深复甚深。从这个中阿含的大因缘经里面说到啊，这缘起甚深，名亦甚深啊，名就是无名尽，把无名断尽的就是名啊，其实就是涅槃啊。那么这里来知道啊，那到底什么是缘起？不离开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啊，因为世间有五蕴世间，
友情世间、国土世间，那么最重要的是观这个五蕴世间啊。那这个是佛法里面一个核心思想，离开这个你讲佛法都不对啊。就是离开这个观照五蕴身心，让五蕴可以就是不再相续轮回啊。那么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依这个而有的啊，就是说友情世间是依这个五蕴世间啊，就是因为最重要是对人说嘛啊。那么国土世间是依友情世间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这里讲到啊，他说那么缘起法这么深啊，因为上次讲到缘起甚深啊，缘起法这么深，聪明的人都不一定观得来想得到，那么愚痴的人怎么能想得到呢？那你用这个缘起来对治愚痴，缘起甚深，那愚痴的人怎么能够观得来呢？啊，那现在来讲这个，他说愚痴，我们说的愚痴，对治愚痴，这种愚痴不是像牛跟羊啊动物那这样的愚痴，因为佛讲缘起是讲给谁听的？是讲给三恶道听的吗？不是，讲给谁听的？讲给人听的。人虽然他讲这个愚痴就分类，如果是三恶道的愚痴，就是三恶道为什么会堕三恶道？他烦恼比较重，第一个他业比较重啊，那么业障碍住了。我们说有三种障碍让我们的智慧不能开，第一个是果报，就是果报啊，就是三恶道的果报。那他会堕三恶道，他主要是啊，他的这个恶业比较重啊，愚痴比较重啊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报障、业障、烦恼障嘛，障住了智慧不能开。那一种就是业障啊，比如说周立盘陀劫这一种，周立盘陀劫过去因为毁谤啊，比如说毁谤这些圣者，他有这样的业，这个业障碍住他了啊，他把那个业障碍住了，他过去所修习的智慧就会显露啊。那么这个是业障啊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烦恼障，那烦恼把我们障碍住了，那么所以你自然而然往烦恼那边想，往世间那边想啊。那么如果你没有障碍的，你熏习出世间法，你就往出世间这边想啊，就是你会习惯如理思维啊，就会有正面的思想。那么如果没有了，你的烦恼心重，你会习惯往负面的思想去想啊，就是往不对的地方去想，不如理思维。那么不如理思维就容易造作恶业，那么这个是啊众生的一个不同啊。那么所以我们基本上障碍我们不能解脱的，障碍我们不能解脱的一个是报障，果报上三恶道很难解脱啊。那么第二个就是，那你说那三恶道很难解脱，那我们办法会都要超度这些三恶道啊，那个是劝你发菩提心观，其实是这样而已，你没有真正能够超度这些三恶道的啊。那么第二个是业障啊，那你要你过去的业，那么你要了解，你现在不要再加重它，你不要加重它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烦恼障，那么三恶道果报业跟烦恼都很出众，但是十二因缘或是讲缘起，叫你观缘起对治愚痴，不是对治三恶道的那一种愚痴，是对治人道中佛弟子啊。你佛弟子基本上你会来信佛，你会皈依佛，你会向佛学习，甚至依佛出家啊。那缘起基本上都是对出家众说的比较多，或是在家里面他对佛法有正见有正信啊，那么他有真上法啊，就是他先修端正法，然后有真上法，然后再跟他讲这个出要法啊，就是出离生死的方法。其实所以说这种假设你要观缘起，你会修，你会听到缘起，然后呢观缘起，这种不是第一个，不是外道啊，不是世间的，不是世间的，是你即使是在家的，他都是先修端正法，那么想要真上佛才跟他讲这个出要法，他是这样子的哦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，他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来观缘起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个缘起啊。那么他佛陀既然跟你讲了这个缘起法，那表示第一个你是佛弟子，你是有心要解脱的佛弟子啊，所以你就算再怎么愚痴，也不是像牛羊恶道那一种愚痴，有情众生的愚痴，这个要知道啊。那么
一般来讲是这样啊，是说如果是在家的，因为我们说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缘起的中心是有情啊，它不是在讲三合大地的缘起，三合大地也是缘起，但我们说过三合大地的缘起啊，是依着有情，有情的缘起，依报随着正报转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那最重要在讲有情的缘起，有情就是三界六道。那么三界六道里面不是在讲天，不是讲给天听的，天人听的，也不是讲给三恶道听的，讲给谁听的？讲给人听的。那么所以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缘起的中心是有情，有情世间嘛啊，我们讲啊，这个世间里面有情世间，主要是啊，这个我们要反复的确认啊，有情啊，只要是我们讲五蕴世间、有情世间、国土世间啊，那么我们叫做气世间。好，那么五蕴世间主要在观于五蕴世间，但是佛法只要是对有情世间说的啊，三界六道，这个是三界六道，但佛法不是对三，佛法是要度三界六道没有错啊，要普遍于一切众生，但是并不是一切众生都能够听闻佛法，一切众生听闻佛法都会相信，一切众生相信佛法后都能够依之修行得解脱，不是的啊。那么所以因为它这个牵涉到障碍的问题，报障、业障、烦恼障的问题啊，所以在这个是对人说的，人才有五蕴啊，其他的不一定有五蕴哦，其他的不一定有五蕴啊。那么所以对人来讲，蕴触界都是对人说的，所以佛法的核心是缘起啊，这个世间是缘起的啊，等一下会讲，都是心缘起法啊，都是缘起的啊。所以我们怎么观缘起，我们不要把缘起想得好像我们没办法认识，不是的，就是要讲给你认识的。佛陀不会讲众生听不懂的佛法，不会讲众生修不了的佛法，不会的，那讲来干什么啊？讲来让你羡慕哦啊，不是的，他讲的就是你听得懂的，你做得到的，你做了一定会有成就的，你做了你做不到，你听不懂，那讲了没有意义，你听懂了你做不到，那也没有意义，你做到了没有什么利益，没有不能让你得解脱，那也不用来讲，讲来做什么？佛陀讲的一定是第一个，他讲给你懂的，你听得懂的，他不会讲那个非常煎熬难，他跟你讲缘起甚深，那你说那你的智慧甚浅，那你就不用听啊，那你听来做什么啊？听来羡慕别人可以修我不能修、哦、不是的，别人听得懂我听不懂、哦、不是的，我们现在所以觉得深，是因为我们隔了好几层文字上的障碍，文化上的障碍啊，那这个是一般的啊，就是文言文或是说这些名相太多了啊，因为到了部派之后把很多的佛法名相化了，每一个名相都含含甚深的哲理，所以我们当时要懂这些名相就有一点头大啊。那这个是文字上的障碍，另外一个就是印度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他们这样想是这样的意思，我们看这样是这样的意思，有时候会混乱去掉啊，所以有一些障碍，还有自己本身的障碍，就是什么报障、业障、烦恼障啊。但是真正的报障跟业障，真正的报障跟业障在三恶道啊，当然我们也有业障跟烦恼障啊，果报上啊，基本上佛法就告诉你，人是最能得解脱的，人是最能得解脱的，他有犯恨圣，有意念圣，有勇猛圣啊，他有这三种，这三种恰恰是最好修习佛法的。天人生殊胜啊，那么那个失一得一，失十得十啊，那这种殊胜，那身体高大，住的宫殿庄严，寿命很长远，这个跟修行佛法没关系。那我们的殊胜恰恰就殊胜在能修学佛法，能够依之得解脱，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缘起虽然深，但是是我们可以理解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能理解呢？因为你没有如理思维，没有烁烁思维，没有常常想，没有在境界里面你就观缘起，没有在身心里面就观缘起，你没有
啊，所以你只要，因为所有的世间一切法都是缘起法，缘所生法，所以你只要在一切法里面，在你的身心境里面，不离开身心境，啊，不离开身心境，啊，那么不离开自他，所以佛法最重要的三种缘起，身心互为缘起，这样的身引发这样的心，这样的心又导致这样的身体，啊，就是身心互为缘起，色受想行识嘛，这个是五蕴，身心互为缘起。那么身心互为缘起，心境互为缘起，这样的心引发那样的境，这样的境产生这样的心，啊，所以心境这个是十二处，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是十二处。那佛法不离开五蕴十二处，另外就是有情跟有情之间，尤其是人跟人之间，互为缘起，你造成我的烦恼，你就是我的境，啊，我追随你这样的境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对，追随你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所以自他互为缘起，啊，所以我们才要种善根、结善缘、造善业，那么让这个好的缘起不要引发烦恼，因为我们在烦恼心所下，容易因烦恼而烦恼，啊，所以他要叫你观，就是叫你在六根身心观自己的身心，观心跟境，你能够知道一切是无常。一切是无我，你不追随这个境而起烦恼，你不依这个身而起烦恼，那么主要在这里。那么这个其实你常常想，常常观，你这个就在观缘起。你不是说，你不要误会说，哦，我坐下来，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反复念是没有错，缘起是这样没有错。但是你不是这样念，因为这里充满太多的，就是你隔了好几层山啊。你要知道一切世间，他告诉你的不外乎就是，这一切世间都是有为法吗？啊，上次讲的，那么这一有为法里面，它就是生灭、生灭、生灭。那么它为什么生？它为什么灭？它生灭之中到底是怎么一个相似相续啊？人家讲这个，那么你要了解，你去观察它。那么每一件事情的发生，必然有它的原因，必然要具足它的条件。那么这个叫做缘所生法。这个就叫做缘起法，啊，所以你缘起虽然甚深没有错，啊，甚深是对那一些不闻不见不独立思维的人，那些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的人，那一些听闻到佛法不相信的人，那些相信而没有精勤致富，没有努力去如理思维、专精思维、硕硕思维的人，当然甚深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被说哦缘起甚深，我们被他吓到，我们这一生，啊，那么没有办法得解脱，不是的，可以的，啊，因为你不要自我，第一个，不要自我局限，我只能到这个范围，跨了这个范围我就做不到，不是的，这样你就永远没办法。很多现在的佛教徒自我局限，把自己画在一个格子里面，我只能在这个格子里面活动，啊，过了这个格子，我就没办法，不是的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，啊，我们这一生受到末法的思想的影响，又受到净土思想的影响，我们变成自我局限了，把自己画在一个格子里面，我好好的在这个格子里面就好了，啊，那么这样是不行的，这样你当然对你来讲缘起甚深啊，但是如果你常常思维缘起，常常思维缘起，缘起，什么是缘起？缘起就在眼前。缘起就在当下，缘起就在你的身心变化当中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啊，那么我们必须习惯常常思考缘起没有什么，就是生命是怎么形成的，身心是怎么变化的，烦恼是怎么来的，业障是怎么 业力是怎么形成的，轮回是怎么形成的，它不过就是对生命现象的剖析，对身心现象的分析，它其实就是这两点啊，啊，就是啊，生命现象，无名行识名色六处处所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，这是一种生命现象，啊，这有情六道生命主要是讲人啊，主要是讲人，无蕴是人。对人讲的，他告诉你你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，你过
过去怎么样的力量导致现在的生命字体，无名父爱杰系，感得有此有事之身嘛？刚才讲啊，一样，这个有事之身就是我们的生命体，生命现象的剖析。横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三界六道、三世十方都是这样，都是缘起。他主要在讲有情，讲生命，不是在讲无情、无生命的山河大地这样，不是讲这个，讲有情。有情里面主要对人讲，所以人基本上是五蕴六处六界蕴处界，五蕴是着重在心理的分析而已。十二处六处着重在生理的分析，感官面对外界，就是心境互为缘起。五蕴是身心互为缘起，啊，那你观啊，五蕴观身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行无常，观法物，就五蕴的五蕴的缘起。你从这里观，我告诉你，你真的是坐下来好好想，不难不深，啊，当然。我们说不深，也不是说很浅的那种，像阿难讲自浅自浅，不是的。那阿难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他常常在想嘛。那对于不想的人，当然就很深啊。你没有读过书的人，九九乘法都很难，加减乘除都很难。那你读过了，加减乘除不难，啊，甚至读到大学，微积分不难，微分积分不难，啊，因为你没有学，没有学就很难啊。你常常在学就不难，啊，你说像你出家众。啊，看一本《金刚经》，也可以说难，也可以说不难。那你对那些完全没接触过佛法的大学教授来讲，《金刚经》就很难。我告诉你，啊，那为什么？那你对于不懂佛法的人，《心经》就很难。那你对《心经》是《心经》是《般若经》的核心要义，心是心是要义的意思，就是般若的要义都集中在《心经》里面。那么你对于没有佛法知识的人，心经甚难，但对于常常在研读般若经的人，心经没有那么难，也难，但没有那么难。所以这个难的程度，这个难的程度，是看你有没有多闻熏习，然后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。哎，你要照着去做啊！他跟你讲，不是让你天天念来给念回去给佛听的啊。我们就是有这种错误，念普门品。给观音菩萨听，念地藏经给地藏菩萨听，念药师经给药师佛听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告诉你要你自己常常这样想，想完了想对了，要常常这样去观，这样去做，啊，那么你会了，那么你就越来，你的智慧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你对于佛法所了解的理论就越来越深，啊，那么我们说过，他对于所讲的人啊，佛法里面啊，这个心境互为缘起，身心互为缘起，心境互为缘起，自他互为缘起。那么他主要在对生命现象的剖析跟身心现象的分析，啊，因为我们就是现象，就是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，就是一切现象，它一定是生灭的，一定是出现、消失、升起。灭失啊，它就是生灭，在这个一切生命现象里面，啊，你去分析它，啊，这个整个身心现象的分析，其实它就是讲缘起，啊，好，啊，那么诸缘起的必然是无常的，无常的必然是缘起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必须要具足各种的条件，所以佛法里面讲无我，缘起故无我，无常故无我。啊，那么基本上因为无常就是生灭，那么缘起有因有缘世间起，它就是一种生灭，啊，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对这种词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还是弄不清楚，没关系，多闻熏习，多闻熏习之后如理思维，那么你想不清楚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啊，所以佛陀常常讲嘛，啊，但听佛说法之后，佛也是说简单讲，佛没有这样讲的非常详细，都是简单重要的讲。那么你听完了之后，你不懂，你要想，然后不懂再问，然后再思维，就是反复的如理思维，要择一进处，啊，我闻法后啊，独一进处，自己一个人啊，那么清静下来，好好想这些道理，专独一进处，专精思维。
反复的这样做，不放逸住，反复的这样做。那么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慢慢慢慢你会觉得，你现在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，你现在修行的方向不一样了，你真的就是向善向上向解脱，真的是这样。还有一个错误，我常常会觉得，那么这个我们行菩萨道，不要求解脱，不对。菩萨道两种，般若道、方便道。般若道以证无生法忍为主，要先具足智慧。具足什么智慧？有缘起的智慧，能够见缘起的智慧。我们有一个错误啊，比如说哦，行人间佛教，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人间行菩萨道，没有错。菩萨道是不离人间的，但是也不是就在世间的，就是说它是世出世间法。我们有三种法，一个叫做世间法，一个叫做出世间法，一个叫做世出世间法。大圣是世出世间，三圣、二圣、二乘是出世间啊，叫做阿罗汉、辟支佛。那么一般的凡夫是世间，世间法、善恶法啊，所以它是三界六道。菩萨常在人间，不是一业轮回，他是什么？趁愿再来。他凭什么趁愿再来？他已经有解脱的能力，有涅槃的能力，他不真正得解脱，他心已经解脱了，但是正出果，他就可以得解脱。或是无生法忍，有时候就跟等同阿罗汉，他可以涅槃，他不涅槃，他可以完全解脱，他不解脱，他怎样来人间？不断用他的智慧，用他的能力来影响这个世间还在做梦的人，还在迷糊的人，还在颠倒的人，那么影响这些人。那么所以他是趁愿再来，不是依业而来。那么来这个世间的众生就分两类啊，凡夫都是依业的，圣者可以趁愿而来。依业而轮回，还是趁是依业轮回，还是趁愿再来，是两本不同的。菩萨道是趁愿再来的，他有能力解脱，但他不急着解脱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颠倒愚痴？等一下会讲这个颠倒愚痴，不知道佛法，虽然修学佛法，没有掌握到佛法的心要，那么不知道次第，你不知道心要，你修不了；你知道心要，你不晓得次第，你也修不了。啊，那么你不知道那个关键处，你不知道下手处，那么你就没办法，你没办法得解脱。那么你只是叫做混在世间而已。那么你说你菩萨没有？你根本就没有菩萨的智慧，你的悲也只是什么爱见为主的，懒爱为主的慈悲，不是真慈悲。所以大圣的三心，第一个菩提心，要有成佛的心。你一般人发菩提心是要成佛，好，那么菩提心一定要建立在哪种？大悲心跟空性慧上，就是无所得心。所以菩提心、大悲心、无所得心，这个是菩萨的三心，用三心去行六度，这个是大圣的核心，依三心行六度。那么其中一个空性位，就是无所得心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没有空性位，你的悲是依自我爱、境界爱而起的悲，那个是世间的染爱。那么如果你有空性位，你的悲这叫做大悲。因为无私才能形成大悲。你有自私的，你只爱你的人，你只爱你想爱的人，你只对你认为可以对他好的人好，那么这个不是悲，这个是悲，但不是大悲啊。佛法的菩萨的悲心是大悲心，大而无外，就是他无所拣择，他一定要建立在无私无我的心境上，他才有可能形成大悲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菩萨道的人会忽略掉空性位，就是无所得心。这什么是空性位？就是无我的心。那无我的心怎么来？从缘起中来，从关键缘起中来。那你要怎么观缘起啊？这上次我们跟他讲，就是你要从身心现象、心跟境啊，这一切现象里面看他的生灭，看他的缘起，看他为何而有，为何而有，因何而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么讲到最究竟，就是
佛法就两件事，我们为什么会受苦，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，进一步了解了我那个人为什么会受苦，我们怎么样让他不受苦啊，就是菩萨道嘛。那你自己的苦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了，你能够去分析别人的苦吗？你自己的身心现象，你自己的身心现象你都不明白了，你能够告诉别人你要怎么样分析身心现象吗？没办法。所以你一定要先熟练怎么分析自己烦恼从哪里来，业从哪里来，苦从哪里来。那么核心讲到最后最重要就是我见嘛，所以无明为始嘛，无始无明就是与生俱来的。那么有我见即我爱，有我见我爱，那么什么无明复爱结系，那么就会造作种种的业而感得这个果报身。那不同的业就有不同的果报，所以就形成三界六道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缘起。好，那么这里讲的啊，我们说这个五蕴最重，这个五蕴世间、有情世间、国土世间，那讲到缘起，它一定是对人说的。那么这个人里面主要是佛弟子，就是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缘起的中心是有情，有情的重心在人类，人类里面最主要的对象就是佛弟子，佛弟子里面又以出家众为主，其实是这样。那在家众他是这样啊，在家众先说端正法，那么他听了欢喜，而且可以照着做，能够做到了，生欢喜心了，那么有上进的心，向善，这个是向善。我们说佛法的三个趋向，然后他还要再进一步。那有的在家中，我这一辈子幸福就好了，啊，我过的生活如意就好了。那你就让他这样，因为他没有在上进的心，他没有要这样。上进的心是什么心？出三界，啊，那么所以他还要有真上心，啊，如果他有真上心，就跟他讲真上法，那真上法，然后。出药，跟他讲出药法，出药法就是出离三界最重要最主要的方法，什么？观缘起，缘起，那么观缘起，那么缘起里面跟他讲这个世间怎么样可以出离，出离的方法四谛，缘起竖着说是缘起，十二缘起横着说是苦集灭道啊，那么所以中道四谛缘起都是在中道，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不缠不断，不有不无，都是在讲你见缘起之后那么的一个内涵，无我的内涵，都是在讲无我的内涵。因为我见是生死的根本，我见是生死的根本，生死的真解啊，那么就是生死的根本，无我就是解脱的关键，解脱的心要。所以你怎么去见无，怎么去证无我，怎么去断无我啊？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中道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，这个是无我的内涵，无我的内涵。缘起啊，有因有缘世间集，有因缘世间灭。我们不是讲此故彼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此无故彼无啊。那么你的苦从哪里啊？这个苦怎么升起的？这个苦怎么消失的？这个是。苦集灭道，他告诉你因果法，缘起就是因果法嘛。此有此是什么？此是因，彼有它是果，啊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佛法就叫做如是因如是果，啊，那么你了解了，如实知，如实知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就是如实见缘起。那么不离开身心境，不离开这个范围，啊，所以你了解了，所以佛法有时候会把十二处叫做一切法。人家讲一切法，那么你就会了解到你有一个核心，你有一个下手处。基本上你早上一起来到你眼睛闭下来，这中间你看到的没有一个不是缘起法。那么你能从缘起里面看到无常生灭，那么从无常看到无我，那么渐渐你就从有漏慧到无漏慧，烦恼渐渐少了，执着渐渐少了，我见我爱啊，那么渐渐少了。那么佛法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，比如说出果断三界，
身见戒禁起疑，身见是我见，是最初的我见啊，还有补得切的我见，萨迦耶见后面还有补得切的我见，好，就是分别我执后面还有俱生我执，但是分别我执断了，萨迦耶见断了，你就决定会解脱。那么如果是菩萨的话，他已经决定会解脱了，但不，他不急着求解脱啊，他怎样？因为他决定不会造三恶道的业啊，正见真上就不会堕三恶道了，但是还不决定解脱，但是你证出果断生见了，就决定得解脱。但是这个时候菩萨是发菩提心的，他不急着解脱。所以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发愿的话，那么他会依他的业会升到天上，天上一生就几千年，啊，那么他没办法积极菩提之粮，所以他会发愿生生世世，生生世世来人间，那么行菩萨道，积极成佛的滋养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叫做世出世间法。他不在世间，也不出世间，他能够出世间而在世间，这个叫做世出世间法。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了，啊，以为哦，我们要行菩萨道啊，不要去求解脱，不要你如果修行断了烦恼就求解脱。瑜伽师地论已经是呵斥这种说啊，菩萨不是不求解脱，菩萨只是不急着求解脱，他依然要在建立在解脱道的概念上的。要先有处世间才能有事，你都没有解脱的能力，你说我不解脱，你都没有钱，你跟人家讲我对钱看如粪土，你都没有钱，你当然这样啊，啊，因为你的钱跟粪土一样多嘛，根本没有人要嘛，没有的，不是你能解脱，你不求解脱，它的可贵在这里。你真的很有多，你真的很有钱，但是你真的不执取这个钱，啊，你会施舍，用你的钱来施舍。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才是大乘佛法的心要。那我们现在有时候讲到人间佛教，或是讲到这个菩萨道，好像不用求解脱，你人家是弘泛这个世间，啊，你是混在这个世间，那不一样的，就是你是一业轮回，你是不得已而来的，你是不得已而来的，不是我可以不来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发愿，那么你可能依你的善业，因为他一定会造善业，他不会造恶业，他一定会升到天上。我修天不升天，我也不升天，我就在人间，我也不会堕三恶道，我也不会堕三恶道，但是我也不升天，我就在人间不断的利益众生，自他互为缘起，不断的告诉那一些迷失的人，那么让告诉他正确的佛法，皈依佛，从此过觉悟的生活，也让别人过觉悟的生活，皈依法，从此过正当的生活，也让别人有正当的生活，皈依僧，从此过清净的生活，也让别人可以过清净的生活，这个就是菩萨道。那么我们不要说哦，那菩萨道不求解脱，不求解脱就不用去观缘起，不用去观无常无我，错，不是这样。菩萨道求解脱，但不急着解脱。那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我们有很多对佛法有很多错误的方法，错误的观念，因为错误的观念其实就是佛法里面我们说证出果断生见，另外两个你怎么断生见的，你怎么断生见的，生见之外还有两个是什么烦恼，见取，就戒禁取，戒禁取跟疑，疑就是对于佛法修行的观念次第不了解，这个四地对四地有疑，疑是对四地有疑哦。出果断三结，身见戒禁取疑，身见怎么断的？取决于你有没有戒禁取见，有没有这个疑，就是你有没有错误的修行观念跟错误的修行方法，这个是戒禁取。如果把它再分析，就可以分析见取戒禁取，啊，那么。是你虽然没有错误的修行方法，可是你也没有正确的修行次第跟方法，所以你对于四谛有疑，你不确定，那么你也不能断生见。你有错误的修行方法，那更不用讲。你依着错误，我们有两种错误：执持错误的观念，执持错误的修行观念。错误的修行观念是什么？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坚持错误的修行方法。我们现在的尤其是北传的佛教界啊，很多错误的修行方法，我告诉你，
坚持抽的像，我觉得啊、哦，我就一句经，一句咒，一句佛号，我念这个咒就可以灭业障，我念楞严咒就可以。就可以灭一切业。我告诉你，你坚持错误的修行方法，你也不可能断身见啊！因为我们说过嘛，你用一顿的沙都练不出一个芝麻都有，你却坚持我的火力太小，我的沙的数量太少，加大沙，加大火力。我告诉你，你练到死也练不出一滴油来。可是你坚持，像苦行外道一样坚持。你就不可能断身见，因为你不会往正确的方向去想。这个佛法叫做什么？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坚持错误的修行方法，执持错误的修行观念。这两个如果你没有转，你不可能得解脱。你可以升天，你可以做人，但是你不可能得解脱，因为解脱的根本在我见。那么你没有正确的方法，所以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，然后就是正思维，依正见起正思维。接下来后面正见正思维要运用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正语正业正命，就跟你的正见正思维必须跟你的身心结合。我们不是哦，我们念的经没有跟我们身心结合哦，啊，念完经之后就不关我的事了，啊，接下来有功德没功德，那个是菩萨的事啊，那个是佛的事啊。啊，那我只负责念，念完了，他就负责给我功德，这个是很大的错误。我念一个从佛心起来的咒，他就负责灭我的罪，没有，你根本就不晓得身心如何造罪。你并不是因为你没念这个咒，所以你有罪。现在念了这个咒，你就罪就消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不了解身心的缘起，你不了解业是怎么来的，是怎么形成的，要如何消失，这个就是苦集灭道啊。苦怎么来啊？它的因是什么？集嘛，它怎么样形成这个苦的？苦我有苦，苦是怎么形成的？哦，是如是如是形成的。那我要怎么样灭这个苦？哦，要如是如是的灭这个苦，它不就是苦集灭道吗？啊，所以你横着说是苦集灭道，竖着说啊，那么是什么？是十二缘起。就近的说，就是八部中道，啊，那么这个我们要反复的去思考这些道理，反复的想，你慢慢慢慢，你就会觉得如是如是，修行是这样的。那你看到这个世间，你会觉得啊，世间的人就是起烦恼造业，他就是这样的轮回啊，众生是这样的。那么你慢慢慢慢，你就会有如是，法尔如是的感觉，真的。那你好好想，要常常想哦，你不能听了之后，听只是第一门开门而已，啊，那么宝物还在里面，你还要走进去拿到这个宝物，你不是开门看到宝物，好，这些都是我拥有的，没有，还不是你拥有的，你可以去拥有，但你还没有拥有，你所理解的这些东西只是进入你的表层，还没有进到你的心，啊，所以你一定要。这个心要跟法相应，而不只是耳根闻法，啊，一根没有法，那没办法，那这个法还是别人家的，还是佛的，跟你没关系，所以他一定要经过法随法行，即使是缘起这样的观念，你都要能够运用在生活当中，运用在每一个事件，不管是苦还是乐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的境界当中，你都要能够知道它有生有灭。它有因有缘，你知道了，你就不会执着。你知道了，你不会执着，真的不会执着。你如果你发现你对一个境、对一个人、对一个事、对一个物还非常执着，那就表示你没有在里面观缘起。谁会对一颗露珠执着？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容易散掉。太阳出来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你会去收集露珠吗？不会。你会执着那个露珠消失了吗？不会。啊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它很快就没有，很快就坏掉的东西，很快就没有的东西，你不绝对不会去非常的执着要收藏它，不会。那么你如果看这个世间都这样看，你有什么好执着的？就算你的身心你都不执着了，为什么？身心也是这样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不是这样想而已哦。知道了要常常想，想清楚，想明白，
那么你这样才有效哦，不然你的缘起观对治不了一次哦，啊，那这非常重要。好，那么我们说佛法主要是对人说的啊，对人说的。那么人里面的佛弟子，那佛弟子里面主要是出家弟子，那在家弟子是先修端正法，然后真善法，然后你闻到了佛会看哦，看这个人哎，对佛法的七祖，你五戒都持不好了，我怎么叫你受八关斋戒？那么你五戒八戒你都不愿意了，你怎么可能叫你去受菩萨戒？那是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对世间那么执着，我叫你出家，那当然他有过去的因缘就可以了啊。那就更没办法了。你连五戒都守不好，我敢叫你出家吗？守那个250条的、348条的吗？那不可能嘛。所以基本上是先修端正法，那么在家出家都一样啊。那么你所得的法，你必须要能够运用在佛法里面，所以正见正思维会起，由正见正思维而起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之后才怎么样精进啊？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加功用行。那么怎么样？有漏慧得无漏慧，断烦恼。要先我们说过嘛，就先要调伏烦恼啊，那么才能断除烦恼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说过缘起里面啊，因为大家会对缘起，第一个听到缘起。有一点陌生，但有一点熟，因为佛法常常讲缘起嘛，就好像无我，谁不会讲无我？谁不知道无我啊？就是说佛弟子啊，无我常常挂在嘴边嘛，叫做耳熟能详嘛，缘起常常听闻嘛，也是耳熟能详嘛。但是你真明白吗？你真了解吗？啊，你真了解就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你就常常这样观，常常这样想，常常这样做，那么。慢慢你会发现到缘起法就是核心啊，那么它就引导你观身心境，那一切的法不离开这三个身心境啊，不离开啊，我即我所啊。那么当你没有我所指，没有我所爱的时候，或是不要说没有，就薄的时候，薄是什么？你本来遇到这种不如意的境，你就会很生气，一直在想啊，怎么样报复？遇到很如意的境，你就一直要长期占有，那么它消失了，你就很痛苦；没有，你就很渴求，啊，那么从这个慢慢变成没有那么渴求，没有那么在意，没有那么生气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烦恼薄了，这个就是我所执薄了，啊，你已经变得不那么在意这个世间的生灭了，有没有？没有到有，有到没有。啊，这个就是生灭，生灭现象你看在眼里，知道在心里，没有那么在意了，不是不在意，是没有那么在意了，不是不痛苦，没有那么痛苦了，不是不贪爱，没有那么贪爱了，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啊，来想这个，所以他说不是像牛羊这样的鱼吃啊，那他说。世人欲求实道，邪心观故，生种种邪见。那我们说这些邪见主要就两个部分，叫做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这个就不是佛法，你就说这个是佛法，佛就不是这样讲的，你就说这个都是佛说的啊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那么因为你相信佛，那么重点是这个不是佛说的，佛不是这样说的，你坚持这个是佛法，这个是佛说的。啊，这个是佛说的，啊，就是之前有一个我们一个法师还跟我讲，啊，说这个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啊，人家知道这本经吗？啊，那么他说这个就是佛说的，里面说到什么呢？啊，左青龙右白虎这个的，就是方位啦，啊，地理方位的重要啊，可以帮你啊，它可以让你家这个财运亨通啦，啊，可以让你身体健康啊，你只要遵守这个方位，这个决定不是佛说的。但是因为他说前面有如是我闻，有佛说什么，他说这个是佛说的，啊，但是这个就是什么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。那么你坚持这样，那么这种错误的观念就让你没有办法，因为什么？你只要靠这个地理方位就好了嘛，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我们说过嘛，执持错误的修行观念，坚持错误的修行方法，那么你只要有这种邪见，你就不可能啊，那么得
得解脱，你也不可能知道真正的佛法，因为你坚持错误的佛法，你怎么可能了解真正的佛法呢？所以对于四谛就有疑，或是完全不知不明白啊。所以这个叫做你想要得解脱，你想要得利益，但是你用了错误的方法，你坚持错误的观念。佛没有这样说过，佛时代就有了佛时代就有了。那么但是这个人坚持我是听佛说的，佛是这样的意思，他去跟佛，有弟子去跟佛报告啊，某某某某人啊，那么像夜摩家阿含经里面夜摩家比丘就这样啊，他去听佛讲无我之后，他想成无我是断灭了，所以他就去外面跟人家讲，我亲自听佛这样讲，那么阿罗汉死后就断灭了，就没有了。然后他说这个是我亲自听佛说的。好，那么这个佛他听佛说没有错，但是佛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他认为佛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在他外面讲，就我听佛所说的啊，他亲自听佛说啊，大家会相信他，然后佛是这个意思啊，那么人家就去跟佛说啊，夜摩迦比丘啊说佛是讲无我是断灭的，阿罗汉死后啊就都永远不存在了，佛说把他叫过来，明白跟他讲，我不是这样说，我的意思不是这样，我是说啊，正确的跟他说，佛在的时候是不是佛说的，问佛就好了吗？那现在麻烦了，佛不在了，你要去问谁？大家都说他是佛说的啊麻烦了，那你又坚持这样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也没办法啊，那也没办法啊。那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深入的去了解。所以现在后面的佛弟子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啊，佛到底是怎么说的，他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那这两个我们要先确定啊，所以才有四依嘛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。佛是这样说没错，但是他不是这个意思。那问题是，那佛有没有这样说啊？那所以很多人都依的善知识啊，他的善知识各有善知识啊，祖师大德很多啊，啊，但是要先确定，这些祖师大德也都是依佛的，还要先确定，那佛法到底是什么？佛到底是怎么说？先确定这个，啊，那么佛法的整个核心理论是什么？啊，那么你了解了之后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找到正确了，你就坚持正确的路。但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我们都是在坚持错误的路。那想要达到佛说的目的地啊，不管是往生净土，不管是生人升天，五乘佛法嘛，人天啊，然后解脱啊，然后成佛啊，那你想要达到这个目的，佛弟子不外乎这五个目的而已了啊，人天啊，那么解脱，那么这个声闻辟支佛，然后这个菩萨成佛啊，大概就这个叫做五乘佛法。你用错误的方法想要达到佛说的目的地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不了解到底什么是佛法，那么执持错误的修行观念，执持错误的佛法，执持错误的修行观念，坚持错误的修行方法，那么因为这样你才不能得解脱。所以他这里讲啊，他这里说啊，这个生种种邪见，如是愚痴人啊，就是说你现在告诉你正确的，他不是像牛羊那种愚痴，他是有头脑会思维，只是他走错路而已，要把他牵过来告诉他你这样是错的，你应该要这样想，佛是这样讲的啊，就好像夜摩家想错了，把他搞拿回来跟他讲，像禅陀啊，禅陀一直以为无我就是断灭，他常常听佛说法，那阿难把他拉回来跟他讲，佛说的是正见世间起，不着世间无见，不着世间无见，正见世间起者不着世间有见，正见世间灭者不着世间无见，非有非无的中道才是佛说的无我，不是你说的那个无我，那谁得无我，谁证无我，谁见无我，那个已经是断灭的观念了，那把他拉回来，他不是，他是愚痴着邪见，但他不是完全像牛羊那种不会想的邪见，不会想的愚痴，那不一样。那我们佛弟子都会想，只是想错了，所以你必须要拉回来，用缘起正确的观念去想这件事，
想我们的身心，想我们的境，想我们的烦恼怎么来，想烦恼怎么消除，我们烦恼怎么消除，我们就说嘛，念佛、念经、念咒、拜忏，就用这四个方法来消除而已啊。但是烦恼，你要知道烦恼怎么来的。烦恼是因为你没念经所有的吗？所以现在念经就消失了吗？罪是因为你没念咒所有的吗？所以念罪就消失了吗？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那不对啊。那么你应该要知道烦恼怎么来，怎么形成，怎么样消失啊。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缘起基本上是对有思维的，因为你坚持，你只要把那个坚持换过来就好了，坚持正确的而不是坚持错误的。那所以你现在就这样要分别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，你仍然坚持，仍然坚持，仍然相续，但是用正确的方法坚持相续。我告诉你，那么这个就是佛法要告诉你缘起对治愚痴的。好，我们先下课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所以他下面说啊，这个世人啊，第一个他是对人说的啊，那其他的众生，老实说啊，三德道的众生啊，那你跟他念经，他第一个他没有熏习过佛法啊，他不能如理思维；第二个啊，他没有善根的话，他也不相信。就是说他没有善根，他没有善业，他没有善缘，主要就是这三个，他形成一个最主要的障碍。没有善根，就是他没有那个佛法的那个思想啊。那么基本上善根有两种，一种我们常常说断善根。那么善根在佛法里面，第一个是指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，因为由贪嗔痴生起一切的恶业，由无贪无嗔无痴生起一切的善业，所以这个叫做三善根。好，另外一种就是信净念定慧，啊，在佛法上你相信，你精进修行，你正念正定得无漏慧啊，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善根啊，就五根，那它是对佛法那么趋向于解脱的，向善向上向解脱的根本啊，所以这个叫善根。好，那么一般的人，三恶道的众生。他没有善业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恶，他不是说没有，就是说他的恶业跟善业比较起来，恶业占绝大的部分，形成最主要的障碍，恶业如山，所以形成很大的障碍。所以这个让他即使是过去有善缘，那么有善根，他也不容易得成就。像提婆达多听闻佛法，他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，他的师兄弟目犍连、舍利弗、大迦叶，他的亲兄弟阿难，啊，那么你看他这么殊胜，但是他最后断善根，啊，那么这个不是说他过去修学这些都没有力量，没有，这个压住他没有办法得成就，所以他堕无间地狱。所以佛陀最后授记他断善根是为什么？最后他选择相信外道，没有业报，没有因果，因为有业报有因果，他就要下地狱。啊，所以他最后竟然选择相信，出家那么久，出家几十年，他从佛陀成道第六年、第七年，回乡省亲的时候，净化王往生第六年或是第五年回乡省亲的时候，他就出家了，跟阿难一起出家。到佛陀80岁，你看佛陀35岁成佛，啊，40岁回乡好了，他40岁出家，到佛陀70几岁的时候，啊，至少出家三十几年，听闻佛法那么多。也能说善道，最初的几年他也持戒清净，啊，你看佛陀12年自戒嘛，他第五年、第六年就出家了，他也没有犯过啊，啊，但是你看最后依然堕地狱，为什么？啊，那么就是佛陀说佛授记他断善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即使过去有善缘，他的最大善知识就是佛啊，还有他那些师兄弟，他没有善缘吗？有，他有善缘。他没有善业吗？有。他出家然后修行，他没有善业吗？有。但是这一些后来他因为烦恼加重，他就是没有去观缘起。他看到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使坏呢？他嫉妒心，嫉妒佛，而且他觉得他自慢我慢，他觉得我的能力也不差，为什么大家只恭敬佛不恭敬我？好，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缘起，人家为什么恭敬佛，人家为什么不恭敬你？那么你没有去观，这个是我们不喜欢的吧？那么你没有去观，因缘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缘起啊！你没有去看，那么人家为有因有缘嘛？有因有缘，佛得恭敬；有因有缘，人家不恭敬我，啊，那你又去想啊？那你没有这个去想，你单纯从境界上去分别，虚妄分别，佛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比他还厉害，我一定要显现出我比佛还厉害。所以他后来什么破惑合身嘛，自己另外规定自己的戒，修苦行。有人会说提婆达多是吃素的，提婆达多不是吃素，提婆达多是吃苦，他不是吃素。他的无法啊，就是你坐要素下坐，你穿要穿粪扫衣，他不吃牛奶，不吃乳酪，不吃酥，不吃盐，不吃蜜，这个都是想这个美好啊，他都不吃。他不是吃素。啊，很多人说吃素是提婆达多的后代，不是，提婆达多不是吃素，提婆达多是吃苦，啊，那一些牛肉
乳酪啊、蜜，这些是好的东西，他不吃。粪没有粪扫衣，他不穿。应供他不去，因为他吃苦啊，啊，那是因为这样，他虽然有善缘，他虽然有善业，但是后来他的善心不见了，啊，他的善根没有了，再也不相信佛法了，所以不会在佛法中努力，所以他最后的一根灯也灭掉了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他过去所种的因缘还是有。他从第一上来之后，仍然会依这个善缘，啊，依这个善业，还要看不是一定会成就，但看他怎么修。那我们也是嘛，我们都是在六道轮回中，六道轮回中的人，也曾经都可能去过地狱，现在上来了，啊，那么所以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善根增长，善根成熟？那菩萨来世间就是让已经有善根的人可以成熟善根，善根已经成熟的人可以得解脱，没有善根的人可以种善根，它就是三个部分嘛，啊，就世间就三种人，没有善根的人，就是对佛法完全不信的人啊，我们这个叫做没有善根啊，信净念定慧，第一个就是信嘛，相信佛法，相信佛陀，相信佛陀是一个解脱的人，相信有解脱这种事，啊，相信依着佛法可以得解脱，这个是第一个信。哎，我们现在佛弟子不一定有这种信哦，对不对？不一定有这种信根哦，不一定有这种善根哦，啊，那么你一定要增长善根。佛要入涅槃前已经讲了，那么没有善根的已经种下善根，有善根的已经让他成熟，未来可以得度，已经成熟的现在都得度了，所以他要入涅槃了。那么菩萨再来也是这样，庄严国土是为了成熟善根，成熟众生的善根。那我们不要等待菩萨来成熟我们的善根，我们要自己成熟自己的善根。那你成熟善根就是对佛法有正确的信解，正确的信解，所以我们才说你怎么样成熟自己的善根。你没有善根，你就算有善缘有善业，无济于事。你要知道哦，这个非常重要哦，啊，那么你有善缘，那么你善根有，那么依这个善缘，你很快就成就。舍利佛因为有善根，他虽然最早是跟善若愚出家，但是他因为有这个善缘，过去供养过佛，过去跟过佛，虽然这一世先跟外道出家，但是他一听到马胜比丘说那个什么缘起记，马胜比丘已经证阿罗汉了嘛，然后他看到马胜比丘也非常好，啊，那么他跟马胜比丘有善缘，他自己有善根，他也有善业，啊，但是这个善缘最初在哪里？最初在马胜比丘那里，最后在哪里？最后在佛那里。那么他自己要有善根，他遇到善缘，他才能成就，啊，如果没有也没办法，啊，那所以这个舍利佛见到马胜比丘，他问马胜比丘：“你师父都教你些什么？你师父是谁？他教你些什么？”啊，那么他跟他讲啊，我师父是释迦牟尼佛，他跟我教的最核心的道理就是缘起。所以他讲：“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我佛大沙门常做的是说，你看那么多，我一下子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，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心要。”缘起，所以我们这两天都一直在讲缘起，就是这样。那个心要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一切法生灭，都是有因有缘。好，那么舍利佛只听到这两句话，就证出果。同样的例子，佛刚成佛的时候，从菩提树下想要去度五比丘，走在半路上，遇见一个易学外道，叫做优陀，啊，那么他看到佛，就像舍利佛看到马胜比丘一样，马胜比丘威仪第一。佛陀的威仪比马胜比丘殊胜过几千倍，那么他看到这个优陀，那个时候佛陀成佛的时候才35岁，他想要去度五比丘，所以从菩提伽耶，从伽耶，后来佛在那边成佛叫做菩提伽耶，从菩提伽耶要走到鹿野苑，啊，要走很久的，啊，那走到半路，这中间都没有说法，走到半路遇见一个优陀。外道，他也想修行的。他看到佛，就像比这个舍利佛看到马胜比丘还更亮眼，就是了。哎，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庄严？那个身心威仪啊，那么特有气质，这个人一定有东西。所以他就去问佛，他就问佛啊，他说他也是一样问。印度人非常重传承，
所以他一定这么问：你师父是谁？他告诉你什么？他第一点跟舍利弗一样，他也是这样问：你师父是谁？问题是佛没有师父啊，佛成佛是他叫做创觉，自己觉悟的，自己觉悟的。他有师父是教他什么？教他修禅定的，但没有让他觉悟。啊，阿罗罗迦兰啊，闼婆罗摩罗子啊，或是郁陀罗摩罗子，他教他修 无所有处定，非想非非想处定。但是他解脱是自己解脱的，所以他就跟这个优陀讲：“我是自己解脱，我已经解脱了，就是成佛了。但是我是自己解脱的。”那个优陀没有，你看没有善根啊，那不信，不信佛。你这么年轻，你没有师父，你已经成佛，那个。因为印度很多修行人嘛，都是年纪很大了，七年上座嘛。你这么年轻，三十五岁而已啊，啊，他不知道他几岁，但是很年轻嘛。你这么年轻，你说你已经成佛，这第一点他不太信。第二点就是已经成就者，成就者不都是应该出家很久的吗？他才出家几年？六年，啊，之前还没听过他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名声嘛。啊，他出家才六年，之前都不是那种有名的。啊，那也没有名声的啦，名声没有那么亮的啦。啊，你看那个三迦叶啊，那个名声已经很亮了。那个六师外道人员都会有些以前就出家很久了啊，然后修行已经很好了。那么优陀看见这个释迦佛，说，因为他看见他的威仪嘛，他跟他说你的师父是谁？舍利弗也是这样问，但是马胜比丘是有师父的 啊，然后他就问他：你师父是谁？我没有师父。我已经成佛了，但我没有师父，我是自己觉悟的。他不相信，不相信这个善根就障碍住了哦。你看，这障碍住了。那么，然后他接下来就没有往下问了。那么说，那你成佛，你证到什么？哎，他没有问啊。他觉得说啊，你说第一个我就不信你了。你看，善根没有了，善根没有，就算有善缘哦，他也出家，他有善业啊，但是没有办法。那你看，所以这个第一个要信佛。那甚至是怎么信？你也信啊，但是你信的是真的佛吗？你信的是真的法吗？你信的是真的身吗？哎，这个就不一样了啊！所以你看优陀，你看那个优陀，那么外道易学优陀啊，那么他就佛跟他说，我没有师父，我是自己觉悟的。他没有再继续问了，因为不用问了啊，你这个碰轰的，你这个是不是真的？他就没有问了，他说：“那你要去哪里？”啊，那因为他没有问，佛陀就没有说，因为他已经不信了嘛。你再讲，就算讲了，他也信不进去啊。就算讲了，他也信不进去哦。所以佛陀就没有说，所以佛陀就跟他讲：“我要去鹿野苑。”好，那他就说：“那祝福你啊啊！”他佛陀说：“我没有师父，我自己觉悟的。”他说：“怎么呢？也许吧，可能吧。”哈，那么他不相信，明显的不相信。啊，所以你看五根五力信了之后，信根才有信力啊，然后之后才精进啊。那我们不是，我们相信的是错的，或是完全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就开始精进了。你什么都不知道佛法是什么，就开始闭关了。闭关要做什么？闭关能不把烦恼关住吗？能够把邪见关住吗？没办法啊。那么能够。你知道怎么修行吗？你的修行就是啊，不断的读经，不断的持咒，不断的念佛，不断的拜忏。问题是，这个是方法没有错，但是这完全正确的方法，你的次第在哪里？你的修行次第在哪里？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所以他你看这里讲哦，世人欲求师道，它是有宗旨的。因为一部经我们说过嘛，每一部经都33个部分，修行的理论跟宗旨。他一定有的，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你要真上身，就是你这一世要幸福，你来生要幸福啊！人天法告诉你五戒十善，发真上身心，你要努力去恶修善啊！那你要出三界、出生死啊！你要发出离心，要修戒定慧，要行八正道、三学八正道。那你要成佛，好，告诉你你要发菩提心啊！那你要怎么样啊？你要依三心行六度，啊，六度四摄行菩萨道，它有不同的理论，不同的宗旨，那么它一定有，那么它每一本经里面都会告诉你修行的理论跟宗旨，那么理论你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你有一个宗旨，
你没有达到什么目标，他一定有不同的方法，啊，比如说这个五戒十善人天法，啊，三学八正道出世间法，六度四摄四出世间法菩萨道，解脱道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，不同的发心，不同的方法，就有不同的结果，因为你目标不一样嘛。好，那么问题是，好，你方法里面它有个次第啊，比如说八正道，比如说好，你要解脱。你要解脱，你要依八正道啊，正见正思维是在前面的，他一定就算菩萨道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般若在后面，但是般若为导啊，般若是带领你去行五度的啊。如果你没有般若，五度如盲啊，所以他还是以般若为主。不管是人天道，人天道要先建立四种世间正见，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凡夫有圣人，有过去有未来。你要先建立四种世间正见，然后断恶修善，这个是人天道。解脱道你要先依八正道，那么依正见起正思维，那么这个也是正见为先。不管是人天道、解脱道、般若道、六度四摄，般若是为导，那么摄受万恨，那么行六度万恨，那么基本上还是般若为导。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，就是你要先知道佛法是什么，修行怎么修，次第在哪里。那么这个我发现我们北传的佛教哈，不太重这个，因为习惯了就一经一句一咒啊，然后一个法门，然后叫做专修啊，其实不是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修，很多都是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你怎么可能得成就呢？有没有成就看你的身心有没有改变，你是不是能够身苦的时候心不苦，别人执着的时候你不执着，你就知道了嘛，你的苦有没有减少，你的烦恼有没有减少，就知道你的佛法正不正确，你有没有向上向上向解脱，就知道你行的是不是佛法。你有去观察吗？你都没有，你只知道你继续这样修之后你就可以得到好的，就好像苦行外道一样，内心的苦一直坚持受苦就是修行。佛法不是在吃苦，佛法是要离苦，不是吃苦就能了苦，要离烦恼才能了苦，要断烦恼才能了苦。那么不是坚持吃苦，坚持你的修行，不是修行要有意义啊。佛法常常讲不要那个无意无力的啊，你是很用功没有错，你是很努力没有错，你是很坚持没有错，但是当你唯一的错就是你坚持的是错误的，那么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他这里讲，你看欲求世人，第一个对人讲的，这个人欲求十道，他要得解脱，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了。问题是他有个目标，但是邪心关顾，生种种邪见，他的观念不对，观念错误的观念引发偏差的行为，就会导致什么痛苦的结果。他就是这样啊，啊，所以你最终还是离不了苦。这个佛对外道说过很多次了，啊，你虽然吃苦，你虽然在受苦，你虽然坚持，你虽然努力，你虽然修戒修定，你离不了苦，你离不了苦。佛法不共世间的正见就是智慧，就是什么缘起的智慧啊。但这个很重要，所以他邪心观顾，生种种邪见。那么如是愚痴人，那这样的人他要有正确的目标，他只是没有正确的方法，他有正确的目标，他也愿意努力，他也很用功，但是他只是错在没有正确的方法。好，那你现在给他正确的方法了，他不就是可以了吗？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这个名为，所以要观因缘，要给他正确的方法，正确的佛法。那么这个是名为善对治法啊，这里的目的主要在讲对治虚谈啊。那我们是因为讲到缘起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，所以就是费了一些时间把缘起的一个观念跟大家讲清楚而已啊。那后面会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啊，那尤其是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我们说过它是生观跟管行，生化佛讲的无我观啊，然后广化啊佛所修的菩萨行
啊，其实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底下再看。那么这里这个名为善对治法，若行嗔恚于痴人，或求乐欲恼他啊，那么生贪跟生嗔呢、啊？啊，生嗔就欲恼他啊，那这个生贪就欲求乐啊，这个淫欲就是贪欲啊，贪爱啊。那么其实就是，如果贪心重跟嗔心重的人，他的行为就是啊，求这个欲乐啊，那么要恼他。那么这人中非善对治法。那么如果你生贪，那么就是不净观。我们说过，贪的对治就是，因为我们就不如实知，你就把它看清楚，这个有什么好贪的？我为什么会贪？还是缘起啊，从缘起看，那么你会知道。那你要知道，你看清楚了不净啊，所以不净是一种对治贪的方法啊。那么佛法里面叫做畏患离，畏就是贪，畏贪，直取。直取，直取这个境界，直取我们的直取不离开直取境界跟直取身心，不离开这两种，直取身心跟直取境界，就是身心境嘛，基本上是这样嘛。那么所谓的爱，所谓的我爱，不离开自我爱、境界爱啊。自我爱里面其实又分自我爱跟后有爱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我们稍微又讲一下，基本上贪啊，我们叫做贪，如果一三界六道有情，基本上分欲贪、色贪、无色贪。欲贪啊，对无欲的贪爱啊；色贪，无色贪啊；色贪基本上是啊，对于身心极尽啊。这个无色贪是对身心极尽的懒惰，这个色贪是对于色界的贪爱，基本上都是禅定，禅定那种喜乐的懒惰啊。对禅定的懒惰是色贪哦。对那种极尽心极尽的懒惰是无色贪了，它一样是贪爱，贪爱就是懒惰的意思。好，那么佛法是对人说的，主要在叫欲贪啊。那么修定，修定可以去掉欲贪，修慧可以去色贪无色贪，其实是这样，就是你可以去掉那个懒惰啊。那么这个贪里面，我们说叫贪爱，这个爱里面最主要就是三种爱啊，我们叫做自我爱、后有爱跟境界爱。自我爱、后有爱跟境界爱啊，其实就是身心净啊。其实这个就是身心净，身心啊，这两个都是身心，这个是净啊，境界爱。自我爱就是懒惰自身的贪爱啊。那么后有爱是对未来生命永恒相续的渴求，渴求生命的永恒相续，渴求身心，就是这个生命的永恒相续。那么自我爱是懒惰自身的存在啊，那么这种是自我爱。那么自我爱后有爱就会形成啊，形成不断的生死轮回。那么境界爱，境界爱又分两种，啊，境界爱又分两种，一种是对于已经拥有的，那么非常的懒惰，就是对于已经拥有的，那么不舍，懒惰不舍；对于没有想拥有的，不断追求，啊，这两种又分这两种，就是你想拥有，但是现在还没有的，你不断去追求；那么已经拥有的，你就不断的懒惰，啊，那基本上就这样，那主要就分三种，这个就等于魔王的三个女儿，啊，一样的意思，好。那么贪的话啊，基本上佛法它就是一个叫做畏患离啊，这个上次我们说过啊。那么就是贪，这个就是贪，畏着啊，懒着患，知道它的过患，知其过患而能远离。所以他告诉你，你懒着身心，他告诉你这个身心是不净的，这个身心如病如痈如刺如杀啊，它带给你不断的痛苦，你不要懒着它，但是你照顾它，但不要太懒着啊，一样啊。然后他告诉你，你懒着这个世间的，不管是你懒着眷属、财产啊、名声、地位这些，他告诉你，从无常，它是生灭的，它不常常存在啊。所以他告诉你怎么样啊？这个从高必堕落，积聚皆消散，积聚富财，积聚皆消散，名从高必堕落啊，它有掉下来的一天，不管你多有名，
不管你多受人家尊敬，啊，那不管你多有钱，从积聚皆消散，从高必堕落，啊，那么不管你的生活过得多幸福，和会必有灵，啊，那最重要的是有生无不死，不管你多懒惰自爱的身心，自戒从境界爱啊，从自我爱，从境界爱上讲，那么你这一些你都从无常里面，从缘起里面去掉这种懒惰。知道他的过患啊，那其实佛法有很多的方法，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变成这些方法我们都不管啊，那只是啊一经一句一咒啊，然后就要得解脱啊，或是就要出三界啊。那么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不思维啊，所以叫做集体不思维，太习惯不思维这些东西了。现在我们要把它改变啊，改变要常常思维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啊。那么他说这个若行嗔恚淫欲人啊，就是嗔心的跟贪心的，那么求乐欲恼他，于此人中非善对治法，不尽慈心思维是恶人中是善对治法。就是不尽观就是对治什么贪的，慈心观就是对治嗔的啊。那这个上次我们已经有讲过了。好，何以故？是恶观人拔嗔恚贪欲此故。他这里的重点我们说过，他在讲对治虚谈，佛说的法是对治烦恼的。好，那底下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一点点啊，就讲无常怎么会是邪见呢啊，那么无常不是正见吗啊。好，那先来讲哈，那第四个无常观啊，无常观复制着常颠倒众生啊。现在讲无常对治常，那你如果着无常啊，后面就讲你如果着无常那还是颠倒啊。那先讲啊，先讲无常去对治常啊。那我们说过四个无常境啊，四个无常境啊，四个无常境，佛法非常有名的四无常境啊，在这个经典里面常常看得到，尤其像在法句经里面啊。那么法句经是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结集的了啊，就常常流传啊。那佛也对很多在家弟子讲过，出家弟子也讲过啊。那么一个是啊，这个比较有钱的啊，叫做积聚皆消散，那常常把这个四无常记背起来啊，那么你就不会去执着，就不会去收集啊，那么那一些会消散的东西啊，因为你执着的越多，你就越难得解脱；你执着的越重，你就越不可能得解脱。不管你执着什么，不管你执着什么，啊，所以重点在执着。那不是拥有，不是拥有，拥有跟执着不一样哦。你可以拥有很多，但你都不执着。啊，那你就算都没有，你很想拥有，啊，一直执着要拥有，那个就是一种执着。你不管有没有，你都可以不执着，你就是要训练这样啊。那你要怎么样不执着？就是要常常观无常，观缘起啊，缘起其实就是无常，积聚皆消散。不管你积聚什么，只有两个结果，不是他离开你，就是你离开他。不管你拥有什么，不管你积聚什么啊，积聚皆消散。从高必堕落，啊，这个可以说富，这个可以说贵啊，就是你有崇高的名声、崇高的地位，啊，从高必堕落，有一天一定也会没有，啊，积聚皆消散，从高必堕落。另外，和会要当理，啊，爱别离，不管你拥有什么。不管你拥有什么，不是你离开他，就是他离开你。啊，你的道场啊，你的师兄弟，你的师父啊，你的眷属啊，法眷属啊，俗眷属，法俗眷属，法俗眷属，善恶之事，弹性互施，啊。不管拥有什么，不是你离开他，就是他离开你。啊，那么终究。有这一天，所以有缘的时候掌握这个因缘啊，那互相成就啊，没有缘的时候
啊，就是缘不好的时候也不要互相伤害啊。那个是恶缘，恶缘也是缘，善缘也是缘。但是不管是恶缘跟善缘，都要把它转成什么法缘，清净的法缘。清净就是没有杂染的，没有烦恼的，那个缘，那个缘才长久，法缘才能长久啊。如果是善缘恶缘啊，它就是生灭的，它是生灭的啊。那么它都会带来烦恼啊，也许是痛苦，也许是快乐。但不管痛苦快乐很快就消失，那终究还是痛苦啊。其实是这样的，何谓要别离啊，或是要当离啊，它是这样的。何谓要当离啊，最重要的是有生无不死啊，就是事无常期啊，就是对于自体爱的啊，有生无不死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境界爱的，这个是境界爱，这个是自体爱。那就这两种嘛，我爱我所爱嘛，自体爱境界爱嘛，从自体爱延伸就后有爱嘛啊。那境界爱分别就是已有的跟未有的嘛，已有的贪恋恋着，未有的渴求啊，基本上就这两种而已啦、啊、那可以分成三种，可以分成四种：自体爱、境界爱、比比喜乐爱、贪喜俱行爱啊。瑜伽师今天就这么分的啦啊，贪喜俱行、比比喜乐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啊，事无常记。好，那么它是对治所谓的常颠倒啊。我们来个底下看啊，那么不知着常颠倒啊，就是你执着这个常，常就是什么？一直存在。你看看你所拥有的东西，你是不是让它一直存在？青春永驻啊，这个是常啊。那么一直都是健康啊。我告诉你，人也不可能一直健康啊，人一直活着啊，一直健康，一直过得那么好啊，一直是这个快乐的啊，你这个都是没有办法。世间是生灭的，是缘起的，它有因有缘，但是从世间有为的来讲，它有生必有灭。我们说过嘛啊，从法来讲，它叫做生住异灭，有为法。从法上说生住异灭，从有情上说生老病死，从无情上说成住坏空。那么你必须要了解到这一点啊。所以他说不知着常颠倒，不知诸法相似相续有。所以这个人叫他观无常，这个是对治日常。好，诸法相续相似有啊，相似相续有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诸法，一切法，佛法讲的一切法啊，有很多种说法，但是明显的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，一切法是指的十二处：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。什么是一切法？缘何为一切法？啊，内六处外六处就是一切法，因为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。啊，我们常常讲宇宙万法，那其实就是一切法，一切现象。那么什么叫做一切现象呢？你能感知到的，看眼睛看得到哦，这个是青黄赤白长短方圆啊；耳朵听得到的哦，这个是男生女生的声音，这个是动物，这个是狗在叫，这个是猫在叫啊。你能够分别，这个是现象，声音的现象，物质的现象啊。那这个是味道哦，这个是香的，这个是臭的啊。那么鼻根，你去知道这个现象哦，现在是香的，现在很香啊，现在很臭，现在是花香，现在是檀香，现在是沉香啊，这个是大便的臭，这个是尸体的臭啊，就你会分辨啊。那么舌根哦，这个菜甜的，酸甜苦辣辛酸啊，咸淡啊，你能分辨，这个就是现象啊。这个然后这个身根啊，接触到这个是暖的，这个是硬的啊，那么这个是冷的，这个是热的，然后这一些全部啊，从感官进入到你的心去分别，留存在你的内心啊，叫做法尘啊，意对法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从你的认知，我们叫做认识论。那么从你的认知里面了解到，因为你没有的，你眼睛看不到的，青黄赤白就不是现象啊，因为对你来讲，你没有办法分别这个，你耳朵听不到的。啊，生来眼睛就见不到，生来耳朵都听不见的，你不知道声音是什么，你在你的世界里面没有这种现象，没有这种现象，啊，
那就好像啊，现在新冠病毒啦，啊，早期的新冠病毒会破坏你的舌根，啊，跟鼻根，啊，你闻不到香臭，你尝不到味道，啊，那么如果一开始你就没有，那在你的世界里面就没有这种现象。好，那么所以一切的现象，佛法说一切法里面基本上是以十二处，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叫做一切法，只是后来因为部派的原因，把一切法。就主要分成有为法、无为法。你看《俱舍论》，它就这样分。《俱舍论》还是整理过的，有为法跟无为法。有为法里面就分色法，就是物质的；色法就是眼耳鼻舌身对色身香味触；心法，种种的心法啊，意跟法这部分啊，心法、心所法、心法、心所法都是属于，就是物质的、非物质的、物质的跟精神的，还有一种多了一种，就是。非物质非精神叫做心不相应心法，啊，就是它一定要有生住灭，啊，那么这些时间空间这个问题，那么它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，那么另外别出这一类，所以就变成一切法，啊，但是其实一切法在阿含经里面就不离开蕴触界，不离开蕴触界，啊，其实就是十二处了，啊，那所以他这里讲也是相似，这里的诸法是指身心现象。五蕴世间啊，一样啊，那么相似相续有，就是说我们生命的存在，啊，你感觉上好像有一个不灭的灵魂，有一个恒常的我，啊，在运转，啊，死了啊，这个灵魂再去投胎就这样，啊，穿不同的衣服仍然是那个人，相似相，那么生命好像一种永恒的存在或一种肯定的存在，不是，它既不是长也不是断，但是。断就是死了就都没有，但是它会相续轮回有，但不是有一个不灭的主体，这个叫做相似相续有。好，我们看，所以他这里讲啊，《杂阿含》57经啊，那么缘起也是在讲相似相续有，缘起是在讲你生命对生命现象的剖析嘛，对身心现象的分析嘛，其实它就这两点啊，啊，那么你的身心是一种生命的存在。你的现象，我们的生命现象，我们的身心现象，它其实就是相似相续的存在。有是一种存在，有两种，一种是就是已知的现实的存在，就像我们的身心；一种是未来的潜在，未来就是十二缘起里面那个触受爱取有，这个有是未来的潜在，它还没存在，但未来必定会存在。未来的潜在跟现实的存在，那么五蕴、无名、形式、名色、五蕴身体、触六路触，这个是现实的存在。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现实的存在啊，但是它是相似相续有。那么因为你没有断这个无名的根本，所以它会积聚未来的潜在，所以爱取之后。等这个身心结束了，就马上下一个身心，就有未来的潜在，啊，那这个有基本上是主要是这两个，所以我们有自体爱，对于自身的染求自体爱，对于未来生命永恒相续的渴求，后有爱，那这个就是这两种有产生的，就自体爱就会导致后有爱，后有爱就会形成未来身心现象，就变成又自体爱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。无常有为心缘起法，最重要是这个心，它是缘起的，由心对这个境啊执取，那么产生，那么所以它是心缘起法，心是一切法的主导，身心境，你看身心心境，通常就不离开，它都是心缘起法，啊，那主要是这个心好，所以佛法重在观这个心。所以无常也从什么？从观心无常，它其实这个是别相念住，总相念住的话，身受心法都是什么？无常无我，啊，所以它后来你要观到最后，你看观身观受，最后是观心，它是个次第哦。那么心最后要这样观一切法无蕴无我，观法无我其实是观无蕴无我。好，你看哦，它是无常，它不是常，无常就是没有常，不是常。有为生住灭，它是生灭的，啊，它是心缘起的，就是你看十二缘起，然后讲这个啊。那么，彼触受行爱啊，这个就是缘起里面的，
形式名色六路啊，那么心缘起，心对这个境执取，对这个身执取，好，那么就产生所谓的处啊，六处，眼界所生处，耳界所生处，处是最初的心理反应，然后处之后就有什么受想思，处之后就有受想思，所以就有受行，行就是什么行心所以思心所为主啊，然后爱，然后受之后处受想思，然后爱取有啊，就产生染着爱染啊，那么取就是爱的在加强啊，那么基本上它不但取，一般讲四种取嘛，那我与取对身体的染着，那么对后有的染着啊，那这个都是在取里面，然后就是对这个爱自体爱境界爱，那就产生我与取欲取，欲就是五欲境界嘛，就产生我与取欲取啊，其实是这样的，那么。彼处受行爱亦无常，那么因为你这个心是无常的，由心升起的一切法当然也无常啊，就简单讲啊，这个桌子是无常的啊，那由这个桌子而有的种种东西，比如说好，这个布是无常的啊，我们举个来讲啊，比如说这个桌子，这些讲堂，这些地板，这些天花板，这些灯都是无常的，那么由这个灯、地板、桌子组合成的讲堂，怎么可能不是无常呢？啊，就是说你的这个，比如说色是无常的，啊，那么这个肉是无常的，毛是无常的，皮是无常的，血是无常的，由肉皮毛发组合的，怎么可能不无常？这是一个，就是它的因是无常，所以它的果必然也无常。啊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身体本身是无常的，组合成这个身体的那个分子怎么可能不无常？啊，就是它的果是无常的，因怎么可能不无常？啊，就我们这个身体五蕴是无常的，那么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识怎么可能不无常？啊，那这个房子是无常的，那么这个房子里面的任何东西，只要有一个不是无常，你就不能跟人讲这个房子是无常啊！啊，它怎么可能不无常？那每一个都无常啊！啊，所以一样。心因为六路处是无常，六路处就一切法，内六路外六路就一切法，六路处是无常，六路处就是身心感知外界的认识现象，就是你能认识的，你能认识跟所，就是你的根尘识都是无常的，由根尘识合合而生的处受想思怎么可能不无常？你的根尘识都是无常的，你的根尘识是无常的，由根尘识而发展出来的受想思怎么不无常？一定是无常的啊！那么所以你的这个电视坏掉了，电视里面那个影像怎么可能不跟着坏？它就不能显现了嘛，它一定也是跟着坏掉嘛，一样的意思。所以你由这个电视通电，你由这个电视通电才现出种种的影像啊，你由六处心去接，经过这个感官去认识这些境界，你的心都无常了，你心所认识的境界怎么可能是真实的不无常的？一样的道理，你电视那么通电，然后印象馆显现出来的影像，然后印象馆都会坏掉了，那个境界怎么可能长存？所以你看彼处受想思，这个处是从六路处合合生处，就是六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相触啊，根境和合生识，根境是和合生触，触具受想思，那么由这一些形成所谓的苦受乐受，那么受苦受乐受，然后种种的想受想思，然后基本上就会产生染着，所以我们上次讲到，圣者跟凡夫都是无名父爱结识感得有事之身，但是差别在一个对这个受爱不爱而已。染着不染着而已，那你只要不染着，先控制，先觉察，控制调伏啊，基本上在这里。所以佛法佛弟子，佛教佛弟子从我爱我所爱下手。你看出家三衣一钵啊，然后要剃头，然后要穿袈裟，为什么？去掉你原本的我爱我所爱，我所爱，你所爱是什么？我要变得庄严，我要让人家好看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怎么？然后托钵乞食，你不能决定你要吃什么，有什么你吃什么，你要去向人家乞食，你穿的衣服啊，你不要
不要染着它的颜，不能太好，质料不能太好，数量不能太多，样式就只有一款，就是一块布，还要用旧布贴上去，还要不能太新，数量不能太多，只能三一，啊，然后质料不能太好，要杂野缠绵做衣，啊，然后这个质量不能太好，数量不能太多，款式颜色不能太鲜艳，啊，要袈裟要坏色衣，太鲜艳还要去染色，啊，太新还要把旧布叠上去，啊，为什么？断我所爱。那么我们基本所需求的就是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行住坐卧嘛，啊，那在这一个里面控制、调伏，我爱我所爱。那么再进一步，从我所爱里面，我所爱饱了，再进一步观察这个自身对自身的染求，就是从境界爱下手了。很简单，就两种爱嘛，自我爱、境界爱嘛。从境界爱下手，然后境界爱你染着的境界爱不深了，然后这个时候爱的束缚没有那么紧，再去观察这个自身的不净，啊，那从所以修行从少欲知足下手嘛，这个是佛教给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做。出家的比丘，啊，他要告诉你要起食，要树下坐，或是你那个盖大不能盖大房，就是你的房子不能太大的，啊，他有规定的，啊，要禀报身短，啊，你要在哪里盖房，啊，然后房子要多大。啊，他都规定的行住坐卧，他给你规范，不要让你对这些境界六根对六尘起什么起境界爱，啊，那斩断你对境界的需求渴求，你对已经拥有的贪求，斩断你这些，那么从这里饱了，那么再进一步你去观察身心，那么从这里断自体爱后有爱，其实这个是佛教的方法。好，那你看哦，他也告诉你因为你六入处本来就是无常有为心缘起法，所以依六入处而有的触受行爱也是无常有为心缘起法。你这样观，如是观者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产生一个现象，因为你了解到这些都是无常了，啊，那么不见色，就是你会知道这个身心就是从心境，那么延伸到身心，身心是根本，啊，那么从境界爱。薄境界爱到薄自我爱，有薄自我爱了解没有后有爱，就爱断除了就解脱了，爱断除就解脱，啊，初果还没有断贪爱，三果断欲贪跟嗔，欲贪嗔是由欲贪而来的，三果断五欲的贪爱，阿罗汉断色界无色界的贪爱，整个无我他已经见无我，断分别我执，但还没有断根本我执，所以基本上断一个法断爱你就得解脱证阿罗汉。所以他这里讲如是观者不见色，你就不会去执取这个身色受想行识是我，啊，这个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来讲，啊，怎么观无我，啊，那么后面会有讲，啊，我们讲到后面观无我的时候再来仔细讲一下这个，啊，就是佛法到底怎么教，啊，那么义我是我义我相在，啊，它基本上就三个，啊，是我义我相在，啊，那是我就是即蕴是我，这个身心就是我，这个又分常见跟断见，啊，婆罗门身心是我，不依不异，而且怎么样，很长很远，就是长远，啊，就是他有一个文叫做，啊，这个，啊，无二无异长存不坏，啊，就是蕴即是我，无二无异长存不坏，这个是常见婆罗门的。这个色就是我，那么外道的啊，外道的断唯物论的这个色是我，所以这个身心是我，身心坏掉我就没有了，啊，没有后世，啊，没有来世啊，没有啊，这个也是即我，但是它是断见啊，那这个叫做是我，那一般来讲是我都是指断见，啊，就是运即运是我，叫做即运我，这个身心就是我，啊，义我这个身心不是我。这个身心之外有一个我，就是灵魂的概念，叫做卜特切罗我见，啊，那么这个叫做身见，啊，就是萨迦也见。好，那么相在就是运中有我，我中有运，无运中有我，我中有五运，无运中有我，五运比较大，五运比较大，我比较小，我中有五运，我比较大，就灵魂比较大，五运比较小，啊，那么基本上就这三种观念了。好，那么不做断见常见，那也不是断见，也不是常见，
己应我，离应我啊，己应我有断见有常见啊，那么离应我都是常见啊，那么不是断见也不是常见，离我慢啊，就对我的执取断，这个我慢是根本具生我执啊，断掉了。如是知我慢要在四果才能断，色贪无色贪，调举慢无明，那个慢就是我慢啊，那个是具生我执啊。如是知，你这样了解，这样去理解啊，那么你即得肉尽，你就很快可以怎么样断一切烦恼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观瓦品稍微讲一下啊。那么这里又说到，他说不知诸法相似相续有，如是人观如常，是对自性常，非第一何以故？一切诸法自性空故。他底下引这个偈，他是引的中论的偈，那这个是罗什的翻译啊，那这个中论啊也是，但是他翻的不太一样。大智度论是鸠摩罗什翻的，中观论颂中论也是啊，但是你看他翻的不太一样。他中观论颂中论观颠倒品啊，这里底下这个偈啊我们等一下对照看啊，他是这样写：如偈说无常见有常，是名为颠倒啊。然后他是这样：若无常着常啊，一样。是则名颠倒啊，我们只在下面可以对照看了啊。那么空中无，啊，他这里讲空中无无常，何处见有常？空中无有常，何处有常倒？若于无常中着无常非倒，空中无无常，何有非颠倒？啊，那么因为他底下第二个偈是空中无无常啊，所以第一个偈啊完整的是这样啊，那空中无无常。一个是空中无有常，一个是空中无无常，啊，那它底下是因为它只有解四个偈而已。那无常见有常，是则名为颠倒。空中无无常，无无常，何处见有常？啊，就把这个四个偈浓缩成一个偈了。好，那我们先知道，那下次再来继续讲啊。那么讲这一个，它底下有解释啊，就一切有为法皆无常相应这种啊。那因为这个比较烧脑筋一点了啊。那么他这里后面有解释啊，诸法性空中无有常，事中何处有常颠倒啊？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就好。那这个下次再讲了啊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好，大家合掌回向。嗯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